的一个事情。本来当时你说的，你们说的这是肯定是的。但是牌子还是掉了，掉了你不。牌我当天确实是，我二娘带我去报的案噻。对嘛，你这个事情是的嘛。但是为什么他当天在那当所长，他说我没去报案，我听见这个话我就冤。但是你报这个他。但是我报案的时候，我二姑在旁边跟两个在说话呀。我两个民警，一个个子高高的。肯定是民警。一个个子高高的，一个矮矮的，留着一个斜的头发，一个是剃的平头。是民警接待的。两个民警是还抓笔录的，我是从那儿没报案。调查。太冤枉哒。马德松就说的，你已经出家了。这个事情，他就没钱。对了，马德松，警察去调查马德松说我家人在结婚的，所以说警察就没管。他就不写那个了噻。但是民警应该会问马德松，或者是马德松的女儿，或者马德松就会说不杀你或者侄女，就是那民警肯定会问这个女儿的父母。那个一问起来，民警应该晓得他是孤儿。那为什么孤儿那个才十二岁就嫁人？那个慢慢一步一步查下去，就算民警不管，也会查到村里面，村里面也会管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都不管？找到村里面的村干部都是清楚的。最后你们那个每个月的钱是银行经理里头嘛？你自己。哪个经理？我们一分都没见到。我妈呀！我妈前天那个钱的呀。笑死人了！我妈那年子，我爸爸虽然只过多月，别就把打钱走了。他昨天请领我们的救济款的，我是一三年才找到他。你那个时候从哪个技术部那个时候？有沈继春，还有是哪个我记不得名字了，我只记得沈继春。那我也找不到救济是哪个的，我记不到的。沈继春我是记得的。沈继春还有个叫沈什么的。还有个沈什么的我记不到，他们去查的。太极系的希望，太极系王要你们村头那哈儿。那不，他们是哪个是？我妈记得到是哪几个？会计是沈继春。沈继春呐，哎对对对，有个沈继春，有个沈继春，我就想起来了。书可能就是什么主任沈继春，那还有一个是哪个？还有个小弟弟，沈继春的名字都听得好熟悉。还有一个是想不起来。曾局员那是干嘛的？那当年2001年派出所民警没的马振玉啊。没，我是去是搞移民的，我是2012年12月份去的。那是2012年12月份，那是到去就当所长啊。我是当接的这个，我是你调的。我是那刚好你这个事儿就赶上了呢，就在那儿呢，那儿就是在那儿呢。他不是来问了我的噻，所以说我问了我的，我说我确实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，所以我也不能不乱说。上面去玩了的是吧？但是我记得我报案的时候。叫他愿意问我们的，啊，愿意跟你说嘛哈。那儿就唬人了，就说没报警。不是我没说我没报警。但是我报警认识是事实，我二娘就做笔录承认的，我是报警。磨叽，现在你磨叽好多那些事情，晓不晓得？你现在这些都是叫。那人家就跟我说，当年五个民警究竟是哪几个？他们心里到底内不内疚？他们哪个不内疚呢？说明你很糟，你们这个背景上，我看到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对不起。当时我觉得，我说是我，我当时在想，我说我。跟你这儿要是记完他的事，我也不得跟他成。当年我办案，那这个当所长的，真的把我救的话，我妹妹两个就走上我的后路。我绝对找不到那个事情，我如果找到那个事情，找不到，那肯定绝对找不到。但是我办案，你说那最长嘛，那就在那个楼梯口那儿玩，我记得。还在楼梯口。那在楼梯口和二姑爷说话，我和两个民警在楼在一起。你二姑爷叫我的名字。刘亚芒。二姑爷刘亚芒了，怎么了？好几年没在了。所以那刚才还说我们做的有一方面不理解。那17年你做，你应该做17年了。17年，那是叫救不救呢？你当时那个事情，是不？到底是哪个起的？现在17年了，你黑人那个事情，大家都记不起，确实记不到，那么久的时间。记录还是因为黑也是的。哎，对嘛，对嘛。黑是啊，就是马振松，就那个民警去黑这个事情，马振松就已经出家了。哎，对嘛，所以民警就没你案呢。所以都不构成强奸案，所以说没管成，就是缓我一辈子呢。他如果说是那个事情，当时如果你马振松说，你那个说起来肯定，像你们那个说起来肯定还，你肯定那个说起来嘛哈，那个推理的话，那个推理的话，等于说那个事情。我办案的。你说，派出所不作为，他是跟立案去调查的。他是去调查的吗？就是调查，那么他派出所是去调查事实，就是你马志忠，你都能出家的，那你出家的你就不存在强奸。不存在强奸的。你这事情不需要立案的嘛？哎，当年接警的传名里面的还是哪一个？还有个个子比较矮的。现在都记不清楚是啥？对，好多都记不清楚。十七年，你一些事情你记啥？小妹儿，我们换位思考。那到现在还没退休，那到现在还没退休，哪个记不到呢？哪没退休？我都值班的。啊？我还值班的，那59岁。你说嘛，你们有些事记不记得嘛？小妹儿，你们应该说实事求是的说。我们换位思考哈，17年的，
你说嘛，换位思考哈，确实记者，我好人呐，我爸爸是我侄子，我跟你跟这儿的记忆肯定没法比哈，我前世好人，最起码是成年人嘛，就是成年人了，那成年我们现在办那么多年，有些我们还记不到的。那有些吧，你么子都记到了，十七年，晓得不？我们要换位思考，你不说硬是说哪个记到？人们那天是办案，我记得我二娘说过，我二娘跟我说过，她带我去办案的事情。我那上次问她，她是说的，她说人们。那我还想见你们那个马正英娘娘嘞，我还看他们人家看看什么的，那是不是我嘛？我二娘说的，人们那些年在那个案子，说三十年不销案噻，不悔才能哈，是不是？他那个就说，你如果那个报案的话，他都有记录，就是在你卷宗，懂没得？